回家，童年已经不在，昨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叫做爱。别在风中徘徊，唱的歌，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，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，他想出去走一走，我对他点点头，那滋味就是爱。This is a protest against fading of memories, friendship, beauty, but most of all, color. New Vegan Prominence Anti-Color Fade. I am Anti-Fade. Hoya! S-POP 万岁 ,Hooray! 全岛引爆！特别收录 S-POP 万岁创作大赛十二强，由绝对 Superstar 校园 Superstar 演唱，让你独家收藏 S-POP 万岁主题曲 Hooray 以及精彩 MV。 S-POP 万岁现已全岛热卖。Samsung Music Phones. Hey, 奇怪，今天怎么没有人来找我这个财神娘娘去看个究竟？哇，新传呢，每天在送现金，这个红包其中一个藏着688元哦，请通过简讯把1、2、3或4发送到73388，就有机会赢取688元哦。嗯，天庭没通讯，气死人了。快点发简讯到73388，祝你们好运哦！寻寻觅觅，想给对方一个最难忘的惊喜。在这个爱的季节，献上你的一份心意。Love you more than words。哎，是你啊？你为什么穿得和流氓一样？快给我你的 Mock TV 户口！我在网上找不到我最喜欢看的本地电视连续剧，害我错过了不少。别为了这样而使用暴力或盗版。
MOPTV 八频道配套一个月只要6块钱。没错，MOPTV 八频道红包配套，3个月只需缴付18元，也即是1个月只需区区6元。每个月只需6块钱，我不需要再出来混喽。今年春天，让巫启贤的情歌重温往日的美好时光。何必孤独？未来的戏路对一些情书，我爱你，只因为我爱你。我忘不掉心碎的过去，可是我必须面对我自己。为什么？三张重新处理 HD CD 最超值的收藏 ，EQ Music 温暖发行。The Musical Extravaganza celebrating Singapore singers and musicians as Pop Hooray on Channel U has captured more than 1.1 million viewers since its debut. Super decided to sponsor as Pop Hooray on Channel U because not only is it a high-profile program, it is also a young and fresh concept. We are really happy with the impact.And brand awareness created by S-Pop Hooray. By sponsoring S-Pop Hooray on Channel U, we increased our brand recognition and we got more Singaporeans to try our range of products. S-Pop Hooray is a must-watch program on Channel U. Welcome back to our program. Welcome.杰一在发唱片之后呢，我觉得大多数时候的关系都是杰在台湾嘛、嗯、那是由谁照顾你，或是朋友有谁？就是汤姆啊。那其实我对新加坡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份感情，因为我妹经常在新加坡表演，那我也会跟着我妹一起来这边，那会认识很多新加坡的朋友，那知道说她是自己过来然后来台湾住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我就经常就会跟她聊天啊，带她出去玩这样。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照片。有啊 ！Oh my God！ 这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恐怖！那头发是假的吗？怎么这样子？你的吧？哎，我很像一个女强人呢。什么照片？哇！杰一，你没化妆对吗？对，你没化妆。没化妆啊！还有谁？旁边那个是谁？那个是我妹妹哎，旁边一个白雪公主，蝙蝠侠。蝙蝠侠。后面那个是黄良、欸，那、oh、是我嘞，绿色帽子那个，戴、啊、绿帽，戴、啊、绿帽那个是黄良，那个是有一年我的生日，生日啊，就是你的生日啊，对啊，那叶老君你，因为我们不同唱片公司，也很少见面的，对，所以他的鬼混在新加坡是跟我鬼混，对对，但是台湾他就从我这里学到的招，他就去台湾去骗汤姆，你一次骗两个男人同一招，后面那个脸黑黑的，你平常不像这么少话，你是不是很尴尬？因为只有你知道我蛮多内情内幕的，因为对他很熟悉，所以每次我会徘徊在职业操守跟就朋友的身份方面。那时候我参与了吉的就是陈洁仪演唱会，然后那时候我做撰稿，对，我记得吉跟我说过一句话是：如果有一天你不是做媒体了。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好的朋友。为什么？很恐怖讲这种话。为什么？我看到了一个可以作为知己的一个朋友，可是我还是会对他有那个防备心，所以我